主料一份50克，西红柿3个，黄瓜半个，胡萝卜1个，辅料油、盐、糖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烧一锅开水下意面，半个胡萝卜刨丝，半个胡萝卜切丁忘了合照，黄瓜切丁，西红柿切片。一粉煮差不多熟的时候，把胡萝卜丁放到意粉里面去，一同再煮一会。煮好的意粉，煮过的胡萝卜丁全起照，锅里放油，放黄瓜和西红柿，扇一会，放下胡萝卜丝，再扇一会。胡萝卜丝软了后，加入煮过的胡萝卜丁，翻炒一会后，加入酱油、盐、糖调味，放入煮过的意粉，翻炒均匀，完成。烹饪技巧很简单，没有什么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